最后一次爱人入群，终极抢人战，资深玩家秀出王牌。第一次出现三个人都选了三票的赞美牌，你是个好演员，我需要你，哪儿哪儿都非常好。价值牌，到我的队，我能够让你快乐。单纯的解放天性，还是想从喜剧这里面摸索到点什么。同情牌，看一下能让他们四个产生一种对我的同情，咱俩一起跪下。还是另有终极王牌啊！我现在行使我的特权了。星期五晚8:10，笑起来真好看。